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移栽后的君子兰生长得比较旺盛，那么该怎么养护比较好呢？其实很简单的，给君子兰吃点小东西，喂一点就冒新叶，叶片更油绿。这种小东西就是黄豆。君子兰是一种喜欢养分的植物，那么我们可以往花盆里放一些黄豆。首先将黄豆腐熟才可以用来养花。如果花友们觉得发酵腐熟黄豆太麻烦了，也可以将黄豆煮熟，等它凉了，再往君子兰盆里埋上一些黄豆，每个月给君子兰喂一点，君子兰就会冒新叶，叶片更油绿。因为黄豆里面含有大量的氮肥，所以很受君子兰喜欢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、收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